2023台湾米仓田中马拉松。影片由跟风频道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支持和观赏，谢谢，敬请观看，喜欢订阅分享，请继续欣赏影片。7290件的跑选手的跑衣呢就在这里，所以各位选手，当你跑完之后喝完水，不要忘记把这个保特瓶压一下，然后呢送到我们的泰山的站呢，或者是回收呢都可以，那你就会知道明年跑衣就是我们泰山之作。然后今年他还特别说，如果呢回收1公斤保特瓶呢，他就会送1箱的八宝粥，这个真的是最棒的，所以谢谢我们的泰山。泰山今年呢不只是这样，他还有200多位的工作人员呢，还有呢跑步志工呢一起来到我们会场。好，那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我们县长来到我们的台前了，好，来请县长做扶正。下次你愿不愿意娶我们的云轩？愿意，然后照顾他，然后不管喝牙散，不管生老病死，陪伴他，爱他，照顾他，你愿意吗？那一排。好，云轩，下次要成为你的老公，你要照顾他，然后呢，帮助他，然后不论生老病死，不论喝牙散，陪伴他，然后成就一个圆满的家庭，你愿意吗？愿意。那我现在在这边正式宣布，嘉志、云轩结为夫妻，祝福你们永浴爱河，早生贵子。好，我们掌声鼓励。也送你们金蝉，蝉子蝉子，快点蝉子。好，那我们请县长呢跟我们的新人一起做一个大合照，还有我们的贵宾呢，如果你呢也可以呢先跟我们的新人做一个大合照，我们跟县长一起，经由县长的金口呢，我相信呢我们的新人呢会是满满的幸福呢，长长久久。战术报告，如果各位选手你们有义务要记录的，请往我们拱门的后面，委员那边有我们主会场，那边有记录处，那边有记录处，请各位选手如果你是前马组的，你要尽快哦。我们前马组的起跑时间是6:20，是前马组的起跑时间。那我们今天前马组呢，男子组呢起总成绩前十名。好，我们要用满满的热情欢迎我们最棒的彰化县县长黄惠明县长，欢迎你。
致力于我们的运动教育呢不遗力哈，真的要非常非常谢谢我们的县长这么用心哈，在我们呢在马拉松呢，全台湾大概只有彰化县才有所谓的马拉松的所谓的嘉年华哈，串了这么多场马拉松在一起，所以我们彰化县真的很幸福，有我们这么棒的县长。好，我来补充介绍我们的贵宾，我们彰化县政府的张立宪秘书，啊，立法委员杨耀聪。候选人田中正门代表彭世和，正门代表叶翔，文清高中的校长欧阳玉文，台铁局的杜威局长，田中高中校长张淑妮校长，三潭国小林淑凤校长，正门代表谢如鸾代表。好，那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要再次我请所有的选手，我要你们用最热情的掌声再次来欢迎我们彰化县县长王惠美王县长。好，那再来我们的秘书长陈义林陈秘书长在哪里，可以跟我们挥挥手吗？还有我们教育处处长蔡金田蔡处长。好，再来是我们的立法委员陈淑月陈立伟。好，那当然就是我们最美丽的镇长萧淑芬萧镇长。好，那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特别的来宾，还有国外的贵宾，我们信农铁道株式会社代表第一社长，我们的涂志哲社长在哪里？我们社长客气，好，来来来，还有我们的长野县前副县长，我们的小岩正贵来跟我们挥挥手。我们县长呢非常非常重视呢我们的海外的一些贵宾，还有我们的选手。另外我们的新州东域观光协会日本田中站所在地的事务局长，我们的早川玉夫。我们的玉夫在哪里？欢迎。还有我们的台铁田中站长游明松。好，那再来欢迎我们的富邦银行分行业五处的副总经理周定强，周副总经理，来欢迎。好，我们要欢迎我们的康博集团董事长吴俊义吴董事长。嗨，还有康博集团的执行长李生斌李执行长，欢迎你。还有我们的永跃健康执行长暨运动笔记董事长陈俊嘉陈董事长，欢迎你。哎，好，再来呢还有我们很重要的贵宾，国科会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处处长的苏硕斌苏处长，欢迎你。好，接下来满满的祝福，还有我们要欢迎我们的县长来为我们所有的选手加油打气哈！欢迎我们的彰化县最棒的县长王惠美王县长。好，来我们所有的贵宾，还有参与赛事的所有的这个赞助者，以及我们所有的选手，那所有的乡亲伙伴、工作人员，大家好。大家一早起了早起，就是要参加我们一年一度的田中马，这是我们彰化马拉松嘉年华第三场的盛事，下一场就在鹿港，是属于文化古迹之旅，再下一场就是在我们的二林的荞麦公益伯利欧，为公伯利欧而跑的公益活动。那来到田中是大家最梦寐的，因为有3万多个选手，我们只抽签了16500多人。那今年呢，我们外国选手也进来了300多人哦。那特别欢迎我们长野县来的我们日本的一个朋友哦。那在这边我们呢沿路跑，那会跑过我们的田中高铁站，进到我们的这个八宝郡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大家就可以体会到我们田中的一个这个稻草的一个这个城市哦。那我们的这个景观非常的棒。接着大家会跑到我们的社头的织袜园区，那织袜呢，这个全台湾大概10双里面有7双8双的袜子，就是来自于我们彰化的社头跟田中哦。那大家呢可以
沿路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多的乡亲，过去呢是我们田中的乡亲锅碗瓢盆出来欢迎你们，现在呢很多的这个有才华的人就会在各个角落那做呢，可能穿着日本衣服啦，或者做非常多的造型，那用了非常多的音乐表演在这边等大家，我们学校学生也很多的都在中间等大家，跟大家啊当啦啦队。那除此之外也要谢谢很多的赞助厂商，他们提供非常多的这个啊食物，那在地的民众也提了非常多我们在地的东西，甚至你有时候会有非常多的 surprise， 像有一年我们就吃到了牛排，吃到了这个龙虾，不过你的路线你一定要跑对哦，哈，放的地方不见得在哪里，就看到你的运气，你跑到哪里就有机会吃到哪里。我们要特别谢谢我们的这个郑中正，我们的这个执行长啊，总干事长期以来对于我们这个啊路跑的一个这个推广，然后呢，我们鹿港镇公所啊全力的一个协助，以及啊县府团队大家齐心协力，为我们这一次的啊路跑来做啊这个准备。那在这边再次的欢迎大家，我们还有一天、两天、三天的之旅哦，就是希望你的家属即使不跑，来这边还能够享受到我们浓浓的在地的文化、在地的民众的一个这个欢迎哦。那欢迎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记得水一定要补给，那东西该吃的也要吃一下哈。那我们这一次很特殊，这一次的是非常重视我们 ESG 的一次活动，那我们甚至衣服是从我们宝特瓶里面回收来的，那甚至呢我们呢这个全程你的完赛证明我们是采用电子的哈，那我们等一下的起跑者或者我们相关的这个都是用电动的，这可以说是得到我们德国莱茵机构的一个这个认证哈，这也是全部第一张的这个碳足迹的一个认证。在这边你除了运动，那重视自己的健康之外，你也是为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啊节能减碳尽了非常大的一份哈。在这边再次的欢迎大家，祝福大家突破自我，再创佳绩，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三位的最棒的现场。在这里要补充介绍一下，我们说田中卫王品卫，所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王品集团董事长陈正辉陈董事长，还有呢我们田中马拉松呢，我们田中马拉松呢专属的肉粽呢就是我们的原作，我们的原作的执行长就是策略长，我们的陈伟荣陈策略长，欢迎您。好，补充介绍，社头乡乡民代表邱永昌，好，邱永昌代表。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田中镇最美的镇长，由我们萧淑芬萧镇长为我们加冕几句。谢谢啊，县长，还有我们与会的各位嘉宾，各位爱好马拉松运动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首先淑芬先代表我们田中镇的乡亲，欢迎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的各位好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田中小镇，那也希望在我们在赛道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沿途能够欣赏我们美丽的风光之外，那也感受我们田中对我们这一次活动的热情，也希望你们在赛后之后都能够慢慢的不要急得回家，能够慢慢的发掘我们田中小镇的美，小镇的好，也希望你们除了我们田中马拉松之外，都能够爱上田中，来到田中，田中随时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田中这边感受我们的热情，谢谢大家，祝福我们今天的活动都能够圆满成功，祝福我们所有的选手都有一个很好的佳绩，谢谢。好，我们谢谢镇长的鼓励。那接下来，董呢为我们做了一个 This is my way， 一首七分数，你只要跟着他的配速，你听完这首歌，你就跑完1公里了哈。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八大第一台外景行脚队世界第一等的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李子君小马，还有他的太太，今天都跑全马，厉害厉害。然后呢，当然最重要，今天还有我们的新人呢，我们的云轩，还有我们的嘉志呢，通过我们县长呢金口之后，我相信他们呢长长久久呢百年好合，而且最重要是要增产报国，这是我们县长说最重要的一部分哈。好，我们欢迎这些等一下领跑的选手们。好，那再来呢，我们等一下还有呢很多的贵宾也要一起领跑哈。
补充介绍来宾，田中福伦社社长邱银堆。来，欢迎欢迎。邱社长，还有海军陆战队彰化退学的理事长林信能理事长。好，这边我们挥挥手一下。好，那各位选手呢？现在时间是6:17了，也就是三分钟后我们将起跑。那在这里呢，再次提醒所有的选手，今天看起来呢，天公很作美，因为我们的县长大力支持，所以我们的天公也很作美。你看今天，昨天热到爆，今天有凉哦。哦，所以真的很棒哈、哦。那我们今天天气呢，虽然是很凉，但是还是提醒所有的选手不要忘记呢，在路上呢要补充水分，补足水分。那不要忘记我们三个关门点哈、哦，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所有的选手们。哦，我们要特别再次补充介绍，我们交通部观光署、山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们的处长曹中游，曹处长，曹处长在哪里？各位啊，曹处长客气的主持。我们6:20啊，6:20是前妈祖的起跑时间。哎，才出来到各位选手要注意，一定要补足你的水分。如果有任何身体不适呢，一定要求助于我们的医护团队，还有我们的机车医疗巡逻队。我们在赛道上呢，都有我们的机车医疗巡逻队。现在距离我们起跑时间剩下2分钟，赛道净空。好，要麻烦我们的摄影大哥们，赛道可能要进攻了。前导车就位，慢慢移动到两侧哈，因为很危险哈。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所有的裁判就位。交管就位，请我们前面的尽量往两侧，尽量往两侧，要不然冲出来哈，等一下会非常多人，我会冲出来。啊，前面那个十字路口要注意一下哦。好，那我在这里还是要再次呢，跟我们全马的选手说一声，你们今天不是只有跑步，因为你们今天还是来种树，是不是？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哎。感谢你们，你们今天除了跑步之外，40公里不帮进口帮你种一棵树，所以你为地球尽了一份心力。你不是只有跑步，你还为地球尽了很大的心力，谢谢你。再次的特别叮咛，在我们的补给站一定要补足水分，补足水分。如有身体不适呢，一定要求助于我们的医护团队。医务团队特别的叮咛，我们跑步还是以安全最重要。现在距离我们起跑时间大约还有将近30秒，等一下我们一起倒数来起跑。好，我来看一下我们全马的热情在哪里，举起你的双手来，呜呜，举起你们双手啦。我们等一下一起倒数计时，我需要你的热情，因为你们是最棒的。好，我们等一下10秒，大家一起倒数计时咯。好，我们即将到达了，10 9 8 7 6 5 4 3 2 1。表示你有来田中哦，除了来路跑，还要
要多消费一点东西哦，哈，谢谢大家，记得沿路安全，你的这个水一定要补充足哦，哈，谢谢谢谢我们的全马的这个最厉害的这些啊，来自全国的各位赛者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们除了这个礼拜田中马，下个礼拜在鹿港我们也有古迹文化的这个啊路跑哦。那在下个礼拜在我们二林的伯利欧公益路跑都欢迎大家共襄盛举哦哈。那另外的话，我们在11月11到16号，在我们田尾也有一系列的活动。田尾是个开放式的博物馆，就跟鹿港一样，是个开放式的啊，这个啊博物馆一样哦，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花园哦。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今天记得哦，赛事完了之后，我们田中逛一逛，记得买些伴手礼，买些我们的农特产，还有我们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啊小吃特产，记得要带回去哦哈。谢谢大家，欢迎欢迎了哈，欢迎大家。好，我们现在起跑的是全马组的选手，现在起跑的全马组，来欢迎欢迎，加油加油！如果你是半马或是健康组的，请留步哦。哦，如果你是半马组或是健康组的选手，请加油加油，记得要补充水分哦。沿路好吃的，肚子饿了也吃一点哦哈。嗨，谢谢谢谢谢谢。我们选手呢，经过我们的舞台，我们的现场有我们贵宾呢，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田中马哈。记得哦，这个礼拜田中马，下个礼拜还有鹿港的马拉松，以及呢下下礼拜我们二林的这个荞麦为公益而跑的路跑哈，欢迎大家，欢迎欢迎。好，现在起跑的是全马组的，哦，全马组选手。如果你是半马组的或健康组的呢，请留步。哦，你如果是健康组或是半马组的，请留步。我们6点40分是我们半马组的起跑时间。6点40分是我们第一次组的。好，谢谢，我们也爱你们。好。有你们田中马呢越来越增色哈，谢谢我们王品集团，谢谢我们的陈正辉董事长，还有我们的英总，谢谢你。今天我们的董事长也要跑半马哈，我们等一下会田总长讲。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泰山企业，我说泰山呢真的是我们12年的好朋友哈，我们田中马拉松从一开始办理就是泰山呢一路支持我们哦，所以田中马呢本届选手一呢其实也都是泰山保特瓶的。总经理要不要跟我们泰山一起拍一下？总经理在哪里？总经理你没有跑，没跑也是要拍啊，没跑没关系啊，拍一下啊。好，你的衣服跟他们是一样的。好，我们等一下台中经纪也准备一下，我们也来拍一下哈。我们台中经纪也玩。好，我们泰山企业呢本身呢，如果今天他们提供了50000瓶的水，如果全数回收，大概就有984公斤，那大概就会呢制作成7290件的跑衣。今年更加码呢，如果每回收1公斤的保特瓶，他就捐赠1箱的八宝粥给家福哈。那今年呢，在赛事方面，他用水啦、八宝粥啦、水还有仙草蜜呢，大概一天用量是3000箱，平均市值大概就要喝掉200万哈。所以你会发觉泰山不只是投资了人力财力，也鼓励员工参与，所以今年他们有100多位的员工参与赛事，那也有60人次的员工呢投资在这2天的赛道上，终点水站的给你们满满的加油。好，我们民众党的党主席，我们柯文哲，柯P，哦，也来到我们的台前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金鸡，可不可以到我们的前面来做一下拍照动作？好，金鸡动作快一点哈，我们要拍照了哈。我们金鸡呢也是年年呢12年如一日呢，也这样支持我们的台湾的米仓田中马拉松哈。好，金鸡。补充介绍我们的县议员张雪茹，张雪茹议员。好，我们张议员，欢迎你。来为
田中马拉松哦，是台湾最有人情味的马拉松。那我知道他们今年也拿到了全国第一张碳足迹查验，算是一个走在环保的前面。那今天第一次来呢，看见他很有效率的结合了地方的特色，所以我知道昨天还有音乐会，那这个地方也有什么装置艺术的哦，艺术节。那会成功，我想是一个每年板凳是个很重要的成功的因素，就是累积起来哈，一次一次越来越好。那这当然还是要谢谢很多赞助厂商，还有一个坚强的核心团队。那不多说你了哈，我们来看看你们这个田中马拉松跟我们台北每年在办的台北马拉松哦，互相观摩，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好，那就祝大家跑步愉快，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的柯P柯主席哈。那台北马拉松我们都有参加哈，然后台北马拉松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马拉松。那我也希望呢，我们的柯主席来为我们的田中马拉松呢给一点意见哦，参观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的是我们交通部观光署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处长曹中友曹处长来为我们勉励。曹处长，欢迎您。你好，長野県東御市からやってきました。観光協会の早川と申します。本日は参加選手の皆様のために応援に品都鉄道沿線の7つの観光協会が田中駅前で応援しています。それで美味しいものをたくさん持ってきましたので、皆さんで召し上がって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大家早安，我是那个信州东御市观光协会的早川。那今天我们有带领我们的这个日本的团队一起来为大家做加油。那等一下在我们的会场呢，有很多的我们长野县的特产，欢迎到我们的长野县的摊位来试吃，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来自海外的朋友。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再次介绍呢，就是我们铁路局的局长，我们的杜威局长，可不可以跟我们挥挥手？我们能够结缘也是因为我们杜威局长哦，谢谢他，因为有他呢，才让我们呢今天有机会呢，我们田中马拉松可以跟我们的长野呢田中站结缘哦，谢谢我们的杜威局长，是不是可以再次挥挥手一下好不好？我们局长太客气，站在后面哦。好，谢谢我们。的局长，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次欢迎，最隆重欢迎就是12年如一日，我们田中马拉松最好的朋友，也就是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振达，蔡总经理，可以跟我们致辞，呜，掌声跟尖叫声在哪里？呜，在场的各位贵宾啊，还有啊，我们在。整个参加的乡亲们还有选手们哦，今天很高兴又来到这里。泰山企业每年都是我们田中马拉松的主力赞助厂商哦，所有的在大会里面的饮用水都是我们泰山企业提供的。田中地区有好山好水哦，我们泰山企业也制作好水。今年呢，我们泰山企业更在这里。跟去年一样做响应这个大会的这个减碳永续的马拉松的活动，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做保特瓶的回收，然后跟合作的厂商制作跑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整个环保的这个意识在一般的民众当中都更加的重视。那今年我们除了会继续延续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之外，我们还会加码，每回收保特瓶一公斤，我们公司就会捐赠我们的八宝粥给当地的这个我们的社福团体，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泰山做环保，也同时关心我们身边的弱势的群体。谢谢大家，希望今天大会圆满成功，也希望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有完赛好的成绩，然后在过程当中享受田中地区这个好山好水、好的阳光，还有好的空气，还有泰山的水。谢谢大家。好，还就位。麻烦在前面这个摄影的朋友，好，我们的罐头人要就位了，今天看你们了，我们书包女孩特别让出来给你们用的，好，加油了。
所以说再次叮咛我们半马组的选手，一定要补充水分，补充水分。如果有任何身体不适呢，一定要求助于我们医务站跟我们的机车医疗巡逻队。好，半马组我们有6000多位选手，可不可以听一下你们的尖叫声？好，要倒数了。好，我们现在距离起跑时间还有大约剩下10。好，倒数。10。片由登峰频道工作室录制。喜欢我的频道，请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和观赏，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9、8、7、6、5、4、3、2、1。加油！已经跑10分钟还没跑。
加油！哎，加油，加油，加油，哎，给自己加油！哎，目标就在前面，努力达成，欢迎大家！哇，青蛙王子来了！加油，千万王子加油！现在起跑的是半马组的选手，如果你是健康组的，请稍微留步；如果你是健康组的，稍微留步。加油！啊，各位帅哥，各位美女，给自己加油！哎，你们是最棒的！加油！啊，田中马有你们，真好，真好。加油！来，阿飞跟你们挥挥手，来来来来来，哎！哎，跑起来，跑起来！加油！加油跑起来，跑起来！开始跑！阿飞再跟你们挥挥手啦！你先跑五分钟，还没跑完呢。看到了，阿飞看到了。哇，太棒了，太棒了！谢谢。来，柯文哲跟你们问好喽，柯文哲跟你们加油！加油加油！哎，加油加油！看到了，看到了，耶！加油加油！立委委员候选人郑进雄给大家加油哦！啊，郑进雄给大家加油！这个阿北加油的声音一直一直起来，喊起来，喊起来，喊起来！啊，感谢你们长期来参加田中马。好感动，好感动，好加油！谢谢谢谢。已经跑六分钟了，帅，前面的加速，帅哥美女加油！哇，天哪，你们的热情好感动哦！来加油加油！柯文哲向你们问好。向你们问好，阿北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好吗？好，动起来，动起来！哎，看着上面啊，空白机在拍着你。哎，欢迎大家来田中，啊，欢迎啊！哎，收到，收到。哎，加油，加油！来，哎，加油！各位选手，经过我们舞台啦，各种舞台上的贵宾来挥挥手。好，我们全马总共大概有6800位选手，所以到起跑结束大概要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哈。好，所以我们呢贵宾都在这边为各位选手加油打气哈，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今天的天气真的很棒哦，天空很作美，本来很担心今天会很热，到现在发现很棒哈，天气目前都还算凉爽哈。我看一下那个。好。啊，所有先生们，田中的乡亲跟你们加油，你也要跟田中乡亲问个好、哦、啊，最热情的、最友善的田中马，就是因为有你有我们，大家一起来。好，加油，加油！跑起来，跑起来！你先跑，快点跑！我经过舞台啦，各位贵宾，台上的贵宾来挥挥手，有我们镇长，有我们的科比，有我们议员，加油，加油，加油！我们现在起跑的是半马组的选手，如果你是健康组的，请先留步；健康组的，请先留步。有点黑暗的黑色。哎跑快了，九分钟还没跑完呢。对啊。
我们的主席，你要给他们加油啊！一定要超过十分钟，对对，不要超过十分钟。现在健康总要超过十分钟。不要这样，我想问一下你周慧啊。小朋友加油，小朋友，阿红加油，阿红加油。哇，还有小朋友在跑。哎，阿奇加油。现在起跑的是大马组的选手，如果你是健康组的请先留步，如果你是健康组的请先留步。那我们赛道上呢，也要留一条路给我们半马组的选手通过。最后一批的人，哇哇，这都太厉害了！哦，这个气球很大哦。哇！哎，这个穿拖鞋跑得动吗？好，我们健跑组尽量让出一条赛道，让我们的半马组，我们半马组还在起跑当中，所以稍微等候一下。好，加油加油，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好，我们赛道上让一条路给我们半马组的选手，半马组的选手通过。那我们半马组的选手如果还没通过起跑点的，请尽快通过起跑点。加油，尽快通过起跑点。所以你看呢，你会发觉我们田中呢越来越美丽，越来越神奇，然后我们的活动越来越丰富，这都要感谢我们镇长 的努力，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是我们健跑组的集结，健跑组总共有7800多位的选手，所以等一下我们一样会请我们的贵宾来为我们致辞，所以现在目前的时间是6:53。好，那我们一样呢会先邀请我们的贵宾致辞。那好，我们首先还是一样呢，先来邀请我们田中镇的大家长致辞完之后呢，我们一样会邀请我们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来为各位致辞，那还有我们其他的贵宾也会为各位致辞。好，首先欢迎我们田中镇的大家长，我们的萧淑芬萧镇长，谢谢。再一次的感谢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我们的苏康哈，我们协会哈，我们的执行长，还有总干事与会的我们的各位嘉宾，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在这边淑芬一样，我们代表田中镇我们所有的乡亲，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田中的好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等一下慢慢的跑，沿路欣赏我们美丽的风光，那也感受一下我们田中小镇我们所有乡亲的热情，那也希望我们在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安全，那也要随时要补充水分，那田中镇公所这边一定会跟我们苏康协会，我们慢跑协会这边来把这个活动办好，欢迎大家，希望你们能够除了马拉松这两天之外，能够爱上我们田中，常常能够来田中这个小镇逛一逛走一走，你会发觉田中的美，田中的好，欢迎大家，谢谢，谢谢，谢谢镇长。那么接下来呢，民众党的党主席柯P来为我们加油打气。好，各位运动选手，我今天站在这里其实正在研究这个田中马拉松如何在12年当中，从一个默默无闻一开始也没有什么人赞助的一个活动办到今天已经是10,000人的这种活动，而且把田中它的特色推销到全世界去，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你知道吗？我相信它的成功是因为有很多人的支持。不过更重要的要有一个在地组织，所以有形成一个在地组织，结合地方特色，那再向外面找资源就可以慢慢做成功，这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地方合作的一个案例。我来这里还有一个目的，他们说等一下那个沿途
古籍品很多，还有王品牛排跟那个什么西提牛排，王品还有银枪，各式各样的那个古籍品哦。等一下到路边去看一看，因为早餐还没吃。好，祝大家跑步愉快。好，谢谢我们的柯主席。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我们的康博集团的董事长吴俊逸，吴董事长来为我们大家加冕。各位我们的贵宾，各位我们的跑者，大家健康，大家平安。今天田中是个好地方，好山好水好健康。我们康博集团祝所有人健康幸福，吃饱哩，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董事长。董事长呢，他们今年呢也非常的大力的赞助哈。那我们康博集团是一个呢以幸福村为主的一个集团，它有很多的健康企业，欢迎大家多去了解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欢迎我们的。彰化县的议员，我们的郑俊雄郑议员，也是我们田中马拉松共同的创办者，因为有他才有田中马拉松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欢迎我们的郑俊雄郑议员为我们加冕。谢谢。在这边还是首先感谢我们所有选手来到田中啊，因为你是最主要的主角。然后呢，我们啊也感谢我们在地的企业，我们的泰山，谢谢我们的威力，我们公益区所有的厂商，因为你们不间断的啊给我们协助与支持，然后我们再次更加的啊感谢啊我们在地的啊咱的这个公所，还有我们啊田中消防队，还有我们田中分局，还有我们各个社区、各个志工、各个社团。可以说成功的关键来自于社区、社团、机关、团体、企业，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只有大家的支持，这个活动才得以完美。所以说特别感谢大家啊，也麻烦所有的选手要记得，现在登场的就是我们人最多的啊健跑组啊，我们啊一直走来健跑组非常非常多的人想要报名，但是啊因为人数还是有限啊，所以说我们啊只能尽量啊这个慢慢撑架啊，但是也拜托各位啊，我们田中乡亲非常友善的打招呼的过程，阿公阿嬷小朋友啊，不管他们用什么方式来招呼，不管是提当店啊、提工地啊、提地沟、倒菜兜，他们都是用最快乐的心情。所以说你也要记得哦，给他们呢、啊、也赞赏一下，跟他们打个招呼。我相信我们这样会更快乐的。祝大家这个快快乐乐的跑出这个啊田中马啊，也拜托大家哈、哦、我叫做郑俊雄，参选彰化县第四选区立法委员啊，唯有不间断的持续的进步，唯有改变，我们才会有新未来。郑俊雄，与你一起加油，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议员。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我们交通部观光局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一样也给你我们很重要的世达流通原作团队的肉粽，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策略长陈伟荣陈策略长为我们加冕。各位跑者大家好，12岁的田中马看着4岁的原作团队长大，那很开心第一次健康跑半马全马，大家都吃得到我们的原作粽。青花椒在哪里？原作也吃得到，在青花椒。12锅在哪里？也吃得到，不要忘记我们的寻味棒。斌哥在哪里？斌哥的心中有原作。然后我们是全台湾在地唯一一个客制，为全国的餐饮集团客制，但是为了田中马，我们从2019没有奇迹，只有累积，手工做原作团队的心意会在今天的原作中完善你里面呈现在各位的味蕾上。乐跑田中原作祝福今天所有的跑者跑出健康与美丽，记得钱留田中，好吃好喝好田中，谢谢各位。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呢最热情，我们台湾人的热情在哪里？我要听到你们尖叫声！呜！好，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再次来欢迎我们信州东岳观光协会我们的事务局长早川英夫为大家加油打气。田中、日本の田中駅のあります豊石から来ました。今日はあの信濃鉄道の森谷さんが、参加します。で、私たちも田中駅前で観光関係者が、美味しいものを持って待ってますんで、田中駅前のブースに寄ってください。頑張ってください。我是来自信州东域市，那我们今天我们也东域市的这个跑者守护先生也在现场，等一下要跑十公里。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长野县的这个摊位呢，也有很多我们长野县的特产，欢迎到我们长野县来试吃，谢谢大家。好，谢谢。那我是不是可以补充介绍一下贵宾，好不好？我们呢，昨天晚上大家呢，在我们的选手之夜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哈。那我们呢，今天也要请我们的板凳乐团的主唱黄登辉上台来跟大家挥挥手。哎，我们在中间来，中间来，对对对对对，哇，我们的。哇，太兴奋了，太兴奋了哦！好，那今天等一下要为大家鸣枪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欢迎我们台湾米仓铁东马拉松的创办人，也是我们的执行长郑中正郑行长呢，来各位呢提醒几句，加冕几句，来欢迎我们的郑执行长。好，我们所有的贵宾以及所有参赛的选手。还有各位志工伙伴、协力伙伴，大家早上好！好，非常感谢莅临台湾米仓田中马拉松，因为有各位选手的支持，才能够有今天大家跑出台湾味、田中味。因为有我们彰化县政府、我们田中镇公所，以及我们各邻里社区，以及我们镇上。8000位志工伙伴的支持，我们的田中马才能够年年更加的成功。也因为我们所有的赞助伙伴，包含我们的主力赞助商、协力赞助商，以及所有在赛道上为各位补给加油的伙伴，因为有你们，田中马显得更精彩。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所有选手的支持，因为你们的莅临。您来田中跑步，就是阮全镇的大代志，所以而且代表阮田中的乡亲，欢迎大家当年来田中佚佗，感谢你。那在这里呢，我也必须请所有的好朋友，在跑步的时候，我们慢慢来哈，我们注意所有自己聆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啊，随时如果有需求，向我们的工作伙伴提出来，享受这一趟。好的跑步过程，那我们也会持续为环境永续、为净零生活、为运动转型来继续努力，也邀请所有的跑友们，我们为台湾尽一份心力，为友善环境尽一份心力，大家一起加油！感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呢，这一次呢，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信州铁道结缘呢，真的都要感谢我们的铁路局的局长，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杜威局长也给我们的选手加油打气一下，好不好？好，各位热爱马拉松运动的朋友，大家好。好。非常感谢哈。这一次呢，我们能够热烈的参与哈、我们田中马拉松这个活动，前面两组啊跑出去啊都是实力派的哈、那我也知道我们这一组啊最后一组最重要跑出去的是能力派的哈、所以待会儿沿途哈、各补给站，3、2、1。选手是我在赛道上有
要求助于我们的机车医疗巡逻队，加油加油，十公里，但是身体有不舒服一定要加油，这是我们的医务站，好，加油加油，我们今天的健康加油加油，总共7000多位，哎，加油，干嘛呢，干嘛嘞，干嘛嘞，加油，哎，加油加油，好，江一军加油，干嘛嘞，干嘛嘞，好，陈彦青加油，那一句有真的嘞，加油加油，干嘛嘞，加油加油，李平伟加油加油，陈林杰加油加油，黄光英加油加油，陈建英加油加油，谢义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郭杰莹加油加油加油，张秀莹加油，来挺进加油加油加油，王四维加油，阿妈都跑在前面的，我说你要关心王四维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怎么嘞？好，黄国立加油！黄国立加油！林松坤跑起来！林松坤跑起来！四红加油！加油！坚豪坚豪！林尚伟加油！谢谢加油，加油，干嘛嘞？加油！加油，加油，小朋友，加油！跑的，跑的，跑的们，加油！原作者，我们的胜利们，加油，加油，加油！陈冠霖，加油！陈冠霖，加油！啊，黄信杰，加油！周树贤，加油！加油！加油！文杰，加油！加油！加油！好，张宇杰，加油！好，徐锦桐，徐锦桐，天豪，加油！任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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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豪明加油，豪明加油，啊，胜义加油，胜义加油，阿珍立珍，哎呦加油加油，啊，这轮盖文啊，加油盖文啊，好，选手呢，各位手，我们大院大学的同学们都一直在那边为你们加油，啊，少林加油，我们大院大学的选手们挥挥手，谢谢各位。张慧珠加油，张慧珠加油，啊，叶玲加油，阿玲加油，叶玲。好，你看到两边都有加油，还有我们王明金的。
加油，加油，朱逸瑜，加油，朱逸瑜，加油。哎，蔡立新，加油。啊，黄乔慧，加油，黄乔慧，加油。郑文怡，加油，郑文怡，加油。得班来，班来，加油哦。好，我们的选手呢？明显就是要去吃东西而已，对不对？被我发现了。
八岁前你们这个速度就是想吃东西。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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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雕虎人虾，雕雕，哎，雕。一路上要补充水分哦，东西都很好吃哦，好不好？徐小芬，跑起来！洪文，跑起来！徐小芬，跑起来！好，来，杨子杰，来，许淑林，加油！杨子杰，许淑林，加油！蔡佩仪，加油！蔡佩仪，加油！有阿碧啊，都管他啊！够够够，金龙，够够够，够够够！哎，千轩加油，够够够，加油！哎，炳新加油，哎呀，加油加油！好，大家加油！哎，大海，加油！海兄，哦，超海啊，海上面海，够够够！张超，长庚大学。早生贵子，好，郑俊雄加油！Go go go！ 加油！祝福郑俊雄能够早生贵子。我们田中镇公所有补助10000块的生育津贴，彰化县政府有30000块津贴。蔡伯义，跑起来，跑起来！蔡伯义，他人跑起来！陈元柱，陈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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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元柱送哈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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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外婆那也不来。好，下位，好，下位，下位，下位，谁谁谁？这边我们要，要我们这十分钟收哦。那个好像救护姐，救护姐。影片由灯红频道工作室录制，喜欢我的频道请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和观赏，感谢您的支持和观赏，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下期再见。